迟到来不及了，那就不要去了嘛，留在床上再多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不可以赖皮。快点。哎，你很调皮呀你！你这么调皮，然后要我怎么样教训你啊？你想要怎么样？你不要以为你满嘴泡沫我就不敢亲你啊！哎，你，再吃一块鸡块吗？秦燕，当然可以啊，你吃吧。要是让你妈知道我给你吃这些，爸爸一定又要挨骂了。妈妈什么时候回家？妈妈，她今天晚上要加班。不过啊，等下我们吃完这些垃圾都要记得丢掉，不然被他发现我们两个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跟妈妈说。来，我们打勾勾。是妈妈打来的。喂，老婆。骗子。天，快点，快点走，我们回家。我们不是已经在家了吗？听妈妈的话，再不走就来不及。天。Ugh!
喂，我有听你到底在干嘛？你忘记今天爸要换病房了吗？我觉得身体不太舒服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不是啊，你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哎。你今天还要过来吗？好了，我现在赶过去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我联络过何倩，你也打个电话给他吧。我没办法。何倩搬出去都已经一年了耶，你现在是要放弃你的婚姻吗？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要现在跟我讲这个好不好？你现在到底是要逃避到什么时候啊？我照顾爸都已经够累了，然后你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先睡了，你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关好。照顾爸的事，我很抱歉。礼拜五换病房，你会到啊？小心，太危险了啦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在想事情没注意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在想什么？想送的是什么礼物啊？啊？我已经买好了，放心。你买好了？嗯。儿子不是说他想要当警察吗？我准备一个小惊喜给他。哦，哼，这小子居然让我老婆破费了。不会啦，难得生日嘛。晚上会早点下班，今天我接儿子吧。我今天跟厂商拿完豆子之后也没事了，不然我去接吧。好，那就麻烦老公哦。嗯，那我就带个蛋糕回去等你们父子俩。好，上班了，拜拜。哎，你的早餐。老公的早餐跟咖啡。那个豆子放久了会酸，你早点喝掉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天，你等等，我马上就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目前为您插播一则新闻。在稍早，新北市中和区一所知名公立小学前，发生一笔肇事逃逸的交通事故。肇事者撞上一名该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当场无生命迹象，目前正前往医院急救，警方正在调查肇事者当中。不可以。目前是加班。姐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马上就来了。体验。看见庭燕了，你用那个东西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爸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他到现在还像一个活死人一样躺在病床上。你也要变得跟他一样吗？是你说的，爸看见妈了。看见妈又怎样？他能改变什么？他能改变什么？爸没有办法改变什么，因为妈是病死的。事情，忘记我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，我更后悔告诉你这些事情。为什么我们家男人都那么蠢啊？说过，爸他每次醒过来都很快乐。我真的不想要再失去任何人了。
儿子，生日快乐！喂，何倩，我是思慧。是这样的，我手上现在有一只案子，想要找你帮忙。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约出来吃个饭，然后聊一下。你听到留言的话，再麻烦你回个电话给我，谢谢。先生，哎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先生，先生，天！
你不可以活在过去里面，我也不想再活在回忆里了。我想要试着，我想要试着放下，我想要接受我们的小孩去当小天使了，我想好好过生活。我想要重新开始，老公，我想要重新开始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一起，老公，老公，你快醒来好不好？原谅我，拜托，我错了。我要你回来，我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求求你不要不理我，不要看不见我，不要这样子当作我不存在。我在这里，你听到没有？请你看看我。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！我在这里，时间是套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，但我们不必在乎无法改变的过去，也不必胆怯未知的未来，只要把握能够体会以及感知的当下。谁都无法让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无忧无虑，但是我现在相信，生活本就是悲喜交加的，这就是成长的养分。你问我经历的这些是礼物吗？我会说是的。未知的世界那么大，走过的世界那么小，得到的眼泪那么重，永恒的快乐那么少。别忘了去找，别忘了去筑一条桥，就算想绑住你的脚，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。来打。
的教训，我还是